想问，想请问，这次是特意从什么地方过来？我从上海过来。好，你们一共来了多少？将近500个人。是怎么组织的？就知道这个消息，然后就是有那个我们粉丝，就粉丝一个粉丝歌迷会，然后就是大家跟我组织一起，然后就说有谁要来香港，然后就签了名之后，然后就一起就是组织一起过来这样。你们会是特意为了这次的活动组织起来，还是说你特地为这个活动一直都有这样的活动？歌迷会一直有自己各地都有自己的活动，然后那演唱会的话，我们也都会组织。然后这次是因为就是很趋势的事情。你是这个歌迷会的代表？不是。那你本人是跟 Coco 什么渊源？就是追了他20多年了，对，追了很长时间。有看过他吗？在哪？有见过，对的。然后演唱会也去了很多场。觉得他怎么样？阳光开朗，就一个很自由的玩了一天。你为什么会喜欢？就是因为他个人非常的一个积极向上，然后就是一个很阳光开朗的一个人。就是说当时就觉得他整个人的形象，然后就是不会让你感到悲伤，不照亮你的人生。然后就越了解的话，就越喜欢。有私底下接触过他吗？有跟他单独的照过。他真人跟那个想象当中有什么分别？就我真人看起来会更小女人一点点，就女孩子更像一个男人，就是女孩子的那种感觉，就没有舞台上那种光鲜，就是亮丽的。他可能会比较低调。当得知他离开的消息的时候，你在做什么？刚好就在家里面看电视，然后因为也是其他朋友给我发的，我当时也不是很相信。后来就知道这个消息了之后，然后男友基本上谁都不知道。有没有想过他那么早就离世？没有想过，因为我们当时都约好了是要看他演唱会，一直看到80岁。那你今天要送给他，不知道你会跟他说什么话？我会就是当做他是隐退的一个状态，我